夫妻感情变调之后呢，贾静雯现在已经飞到美国去了，要见她的女儿。人到了美国啊，真的是把美国当地的记者给整得天翻地覆的，因为记者已经是分班哦，轮批的在这个饭店的门口要来堵贾静雯，结果呢，堵了40个小时，白等一场。原来这个饭店后面有保密的通道啊，贾静雯就被人给接走了，所以整个都是白等了。而且呢，回到台湾来再看到。